咁啊，又翻到嚟啦吓，咁啊，头先讲完一啲零零九啊，咁诶，唔理大家用一个回顾经典嘅角度啊，或者当一个笑片嘅角度啊，或者有一个听声优嘅角度，或者研究呢个日本 3D 技术嘅角度好咧，其实都系一套可以一试嘅作品嚟，因为都冇睇你好耐嘅啫吓。咁啊，头先我哋讲翻啦，工学嗰方面，咁啊嗱，我假设大家可能未睇过《工学机动队》啊，咁如果单纯一个未睇过人咧，以依套为入药嘅口味去睇咧，有冇问题咧？亦都会面对翻好似树玲所讲到嗰个问题，就系、是你唔知道个公安九课系咩嚟嘅，即系工学机动队嘅呢个组织嘅嗰个部门啦，你系会唔知佢哋系做紧乜嘢嘅，系啦，即系你只要见到系有一班人，但系今次个作今次主角都系用翻阿摩托，唔系，咦？最得意就系呢个位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就如果你工學嘅迷就一定會覺得話，硬係用翻阿 Model 哥，即係阿祖弟數字啦，數字係，因為少教係呢個靈魂人物嚟噶嘛。咁今次個故事係個故事就係講少教離開咗九課之後面對嘅一件事情，係啦，即係得翻其餘阿巴特嗰批人，德古扎嗰啲咯，係、okay. 啦，咁所以就唔係咁當然啦，佢正可以話。Modoko 離開咗九課，咁但係佢入面係有出現嘅，亦都後尾會有啲嘢關返佢事或者加入返個戰鬥嘅。咁但係一開始其實可以話比較失咗一種亮點，或者係少咗條女喎，梗係啦。唔係，我唔係講嗰樣嘢。數字係靈魂人物，係屈機人物。唔係數字係裏面最強嘅人物，冇辦法啦嘛。係啦，咁但係因為佢講嘅嘢就咩後數字年代啦，咁由阿巴頓就拒絕做隊長。咁邊個做啊？德古薩係啦，大家會 O 嘴啦，係啦，咁其實睇嗰套 OVA 嘅人都會知㗎啦。咁樣於是呢，其實佢因為佢講嘅角度係咩，有幾個事件又係一啲好社會性嘅問題。因為頭先009呢，如果講到一個恐怖襲擊，但又炸香港㗎、又炸香港呀，炸美國呀，咁樣五國炸香港好好㗎、五國大樓都俾人炸㗎，又係啦，成日俾人炸啦，地方係啦。咁009如果講到世界恐襲嘅話呢，這個工學機動隊呢就講日本問題啦，因為佢講咗咩呢，兒童有拐問題啊，恐怖份咩嗰啲獨裁國家嘅政治庇護事件啊，人口老化嘅經濟問題啊，其實就位於三樣大 point 嘅。點解呢個咁似？唔係，但如果你用德古沙去做嘅話，咁嗱，我認知裏面啦，我有睇開公屋裏面，德古沙擔當嘅角色係屬於一個比較保守觀念嘅角色，或者一個跑腿左輪跑腿，唔係即係佢嘅性格係唯一。一個最基本電子化的人，最少電子化的，最少二資化啦，你應該叫做其實應該話基本上咧，公共等等隊其實咧，基本上所有人咧，其實都喺某一部分嘅器官或者某一部分嘅肢體咧，都係改造咗嘅，佢得個腦咯，少少最基本咯，嗯，係啊，跟住阿 Saito 噶啦，即係追手噶啦就。咁但係其實一開始我都係呢個懷疑嘅，咁但係其實頭先我講到一樣嘢啊嘛，兒童有拐事件，咁你就諗得明啦，得佢一個仔女啫嘛。佢個女係佢得佢一個有仔，得佢一個有嘅啫嘛。得佢有妻室應該話。你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其實咧，喺講到話要了解兒童有拐事件嘅始末嗰陣咧，佢當然係俾人擺上台嘅，即係佢係俾人拐有拐嘅一個肥有拐嘅家長嘅身份。咁其實嗱呢套嘢，點解你講嗰幾個社會問題咁似日本現況咯？唔係日本現況啊，有啲嘢係啦，某某國家都係啊。咁好多國家都有嘅。唔係，你應該咁樣嗱啊，工學就咁提，大家都知道就係、是、魅力就在於，因為基本上每一座都係數字擔正嘅。數字先係主角啊嘛。嗱嗱，但我有樣嘢就要同大家 argue 下先。數字係個主角，但係佢劇情上嘅主角，我覺得佢嗰種社會嘅陰暗或者嗰種後面嗰種權力嗰樣嘢都好緊要嘅。唔係，因為其實你話。嗱，我哋攞翻嗰兩季動畫嚟講，或者簡單啲啊，用翻對比啦。佢第一季可能話講Interceptor， 即係講嗰個日本當緊政嗰個政團嘅嗰個理事長喺度操控緊一啲嘢，咁其實即係政治嘢啦。跟住第二季佢再講嘅嘢就變咗一個可能話獨立運動咁嘅嘢啦，即係講嗰啲人。咁其實。佢後面其實係講緊一啲好大嘅一個好 image 嘅好大 image 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話，如你唔可以將呢套作品單純以數字話佢好威，或者佢係一個好重要人物，所以佢唔算係一個好主役，或者佢一個好出
你就覺得呢套嘢唔係嗱，應該咁講，我都係講翻你話原即係工學嘅其中一種特色個魅力，在於其實就係、是、因為數字其實佢係其中一個全新改造，基本上全部都係改造人嘅一個嘅角色。佢唔係基本上，佢實際上都係。係。咁而係得翻個腦啫嘛，佢好似係。係咯。而個故事裏面其實講嘅其實即係當然佢佢。咁能夠你話擔當大旗，佢唔會就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有個神秘元素就係喺你話如果原作裏面嘅，其實佢一直都冇交低過究竟佢加入九課之前，究竟佢係咩經歷過啲乜嘢？咁然後跟住其實佢喺各方面裏面展示佢嘅能力啊方面嘅，同埋工學裏面其實係睇佢嘅領導能力嘅嘛，其實都某一方面係。咁、其實好似話啊，當呢套嘢咁，其實佢會係新呢套話喺數字唔會係成為一個主導人物嘅期間，咁究竟呢套嘢裏面其實好似頭先阿 IM 都講嘅話，係探討好似其他嘅問題。咁其實喺嗰個動作上啊，或者喺嗰個戰術嗰、那個即係啲戰鬥嗰方面，其實又會點樣處理呢？嗱，我或者糾正少少講嘅嘢，我應該話，我先一開始講係話數字唔喺九課入邊，就冇話佢唔出嚟嘅。即係其實調翻轉另一個角度講啦，有個懷疑就係話，究竟數字係咪今次事件嘅幕後黑手？即係我呢個將佢掟咗去反面，係啦，咁樣講會好啲。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懷疑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話數字離開咗九課，咁其實大家有睇過 OVA 版都會知嘅，所以我就唔介意講多個009嘅劇情呢度咁所以就咁但係都由我亦都唔可以反應說人講呢個問題嘅，就係話呢套 OVA 入面嘅或者呢個 3D 版後呢，因為佢冇一啲特別增潤嘅鏡頭或者動作場面嘅，咁所以其實冇咗數字，冇咗個運動能力最強嘅人啦，槍戰其實唔算好多，因為運氣多咗反而係啦，喺個調查方面，因為其實佢係已經係好似俾人玩嘅，其實九課俾人玩緊嘅個感覺，你會覺得其實我睇咁多集我都一直覺得九課係俾人玩嘅喎。唔係九課一度俾人玩係冇問題，但係佢會有中間有其他任務噶嘛，佢係成個 season 係講緊一件事，但係佢有中途有啲支線任務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佢成個兩個鐘頭嘅劇場版，佢都係講緊一件事，就冇其他支線任務。咁所以大家支線任務睇到嗰啲動作場面啊，就會失色咗嘅。所以其實會見到翻啲公路嘅追逐戰啊，揸嗰啲 Tacoma 去即係攻殼車啦，去入侵人哋啊，強攻啊，嗰啲位置會有。咁但係其實你唔可以攞佢嚟動畫嗰個數量嚟對比嘅，因為其實你只係佢話佢一個大嘅陰謀，但係其實佢所做嘅係一個單季或者一個單撇嘅延長版，即係可能你會大家睇一套廿幾分鐘嘅，然後佢而家延長做兩個鐘，係啦，咁所以就除翻開文戲部分會重要咯，同埋數字唔喺度啊嘛，因為或者唔係一個明顯嘅主力角色啦，咁所以會有依個問題嘅跌宕喺度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嗰啲 3D 效果，其實就一定唔會好過009嘅，因為始終佢係 2D 之後，佢再後期去製作啦呢樣嘢。係啊，好多作品呢方面其實咁都會加方面有呢個問題嘅。效果就唔明顯，反而009嗰邊係會有一啲為 3D design 嘅鏡頭嘅，你會睇得出嘅，係啦。即係好似睇呢個Avengers 咁嗰類嘢。工學我要翻屋企温書睇過由頭。我都想搵日錄嘅其實。咁 或者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又係時候講下少少導演嗰啲嘢啦，或者叫阿神山監督嗰啲嘢啦。咁或者補充下啦，講下個人對佢嘅感覺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呢有睇過工學當年呢個 TV 版嘅一啲事後嘅訪問呢，咁佢曾經俾人笑嗰樣嘢嘅，就呢個負責配樂嘅管嘅楊子呢就笑佢嗰樣嘢，監督你好似植物人啊，你冇乜反應咁樣，成篤木咁樣喺度咁樣。咁可能因為年期已經唔同咗啦。監督咧就由一個文弱書生嘅look咧，今年見到佢嗰陣咧，已經係一個點講咧？俊朗小生咁嘅樣啦。有冇圖睇嚇？個圖嘅，大家可以上網上網睇嘅。係啦，咁第一啦，大家應該唔會見到依個人覺得佢似植物人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監督佢植物人依個咁嘅笑話咧，其實你可以話係一個比喻嚟嘅。佢嗰種文靜同內斂咧，亦都睇得出嚟。同埋佢有一種好特別嘅嘢，就係話對比於其他嘅訪問咧，
佢其實你如果你挑到佢條根，佢係肯講好多嘢嘅，就 Ada 第一啲好門面嘅依樣，其實我就幾鍾意嘅，即係計咗 Sayer 之後，呢個另外一個好深刻印象嘅一個訪問對象嚟，即係大家要見到啦。Sayer 係一個唔會刻意揾話題嘅人啦。係啦。即係同埋佢會講好多，因為其實我問咗一條嘢就真係幾大鑊嘅問題，就係問佢你覺得呢個管野洋子同埋呢個村井憲次兩位有咩分別啊？跟住佢就講到好詳細，同埋講咗好多嘢。唔係，第二個嗰個係邊個嚟㗎？即係配 Face Zero 嗰位，嗯，係啊，即係一位係配 Face Zero， 一位係管野洋子。咁兩位其實都係可以話動畫界隻手可以或者係最我個人啦，好多人最喜歡嘅兩位配樂啦，咁都好多出色嘅動畫 BGM 都係佢哋負責嘅。咁因為2009咧就係、是、村井嘅，咁宮學就繼續都係用翻管野洋子，因為過去嘅動畫一二季都係佢嘅。要連貫性啊嘛。咁咪都係用翻佢，咁、所以我就話點解你兩套唔用同一個人，兩個有咩分別呢？咁其實佢就演繹得好詳細，同埋亦都有問一啲問題啦，就係、是、譬如話宮學嘅原作者。是啦，呢、這個侍郎正宗一個迷之一樣嘅人物咁樣，咁導監督你對佢有啲咩印象呢？咁樣咁呢啲各方各方面嘅嘢其實佢都算係答得好詳細呀，咁樣咁當然啦，詳細大家可以睇返無雙嗰邊嗰、那個訪問啦，咁樣或者大家有冇啲咩問題要問呢？等睇戲囉，等睇戲咁問題咪羅生我不留言囉，都得咁啊，或者最後再補充多次啦。嗱，009就上咗噶啦，就係呢個11月23啊。咁啊，唔係調轉咗，宮學上咗，宮學11月23啊。嚇，009咧就係30號啊。咁其實大家出咗街之後，大家都差唔多係只可以睇啊。咁所以無論咧，大家想笑或者睇戰場員咧，即係睇工業真實或者睇戰場員咧，都可以去睇嘅，絕對建議睇，因為就係太好笑啦，嗰個位唔得。即係唔好意思，我俾個無視劇情嗰位，但係嗰位就係太得意啊，因為係啊。咁啊，或者再要補充多一點，其實仲有另外一套同動畫有關嘅電影跟住會上嘅，就係、是、12月咧會上呢、這個劍心噶嘛，係啊，咁啊10月6號就會上落劍心嘅，佐藤健，係啦，小健健，係啊，咁所以如果咁大家嗱，即係佐藤健，我諗如果有睇開Kamen Rider， 唔係喺近年日劇都，近年日劇，因為近年日劇都好，咁佢出道嘅，咁當年呢、這個阿基伯嘅身份嘅嘛，呢、這個電王。系列出啦，咁啊，由佢嘅精湛演技就開始，就慢慢就俾多啲人去注意，咁啊，去到而家就而家一係死一石石最勁嗰件。咁佢而家就拍呢套就係、是、哇一套都叫做國民級嘅大作係嘛？係啦，《狼下劍心》嘅真人版電影啦。嗯，咁所以大家可以喺個12月6號考完試或者未考試之前去睇下呢套好嘅買飛。係啦，咁令到最後要補充一啲關於無雙嘅事嘅，就係、是、咧本年度即係呢個2012年嘅無雙嘅年度 event 咧，咁啊正式開始緊報名㗎。咁大家歡迎咧寄呢個 email 啦，去無雙嗰個 email address。係啦，最好就寄 email 啦，因為其實你都要留低翻你嘅聯絡嘅方法。咁唔係嘅話，我哋聯絡唔到你，咁就一啲相關嘅。同埋有啲人咧係淨係留 email 唔留電話嘅，咁啊比較麻煩。覺得所以鼓勵大家留電話，然後個電話係要打通嘅，最好留埋名號啦。名號會鬧一定會鬧噶，呢、這個就係啦。咁、或者我哋簡單讀多次啦。雖然佢個名牌上係咪呢個名號咧？就係啦。咁event 我哋就會喺12月29日，咁就星期六嚟嘅。咁就會喺個咁地點，我哋就會之後再公布，係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就盡快報名，因為我哋名額就60個嘅啫，寄咗 email 啦。咁當然你話嗱，我都係嗰句，你哋夠100人嘅，我揾個新地方咯。先到先得。上年夠唔夠100？上年唔夠，但係其實有上年係超過咗嘅，但係我哋最後都係用咗60人啫。咁今年就睇下大家點樣啦。你夠100，我咪揾個新地方咯。咁或者補充多次啦，那個 email address 如果大家搵唔到個 blog 就係 acmusou@hotmail.com， 係啦，咁所以 send 去呢個 acmusou@hotmail.com 呢就可以做呢個登記㗎啦。係啦，好啦，咁大家有興趣嘅就記住去參加睇戲同埋睇 event 啦，即係睇下全靈受死或者睇我哋受死啦。我預言囉，全家死光光。呢個我 friend 講嘅，你又抄人啦。好啦，咁今日去到呢度啦，好，拜拜。拜拜。